出影，经常会出现在机场，这也就说明他的工作是比较忙碌的。当然很多粉丝也比较心疼他，但是每一次出现在机场的时候，江疏影好像从来没有让粉丝们失望，不仅能够展示出他大气的一面，而且也充满了青春气息。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次他的机场私服搭配，女孩子们可以好好学习一下，请记得阔腿裤、德文山眼镜等单品都别少了，知性文艺的样子你也可以用。格子的大衣里面搭配的是黄色的衬衫，儿子衬衫里面搭配的又是黑色的衣服，这样的搭配不仅突出了层次感，而且颜色也特别的分明，把他的皮肤不仅衬托的白皙有光泽，而且整个人也显得年轻了。对于格纹大衣就是特别大气的，而搭配的黄色衬衣又起到了减龄效果，一起配合有着少女的文艺气息。针织衫搭配白色衬衣也是特别时尚的穿法，上次很多的女孩子都尝试过，虽然这种搭配时间也挺久的，但好像从来都不会过时。把头发高高的扎成丸子头也显得更加干净利索了，眼镜的搭配也透露出了几丝秀气知性优雅，下身搭配的是宽松的深色长裤装扮，凸显出了舒适白色的针织高领衫，外面搭配浅蓝色的衬衣，而且衬衣也是特别有质感的，蓝色和白色搭配显得它更加清秀了，秀发随意散落下来更是起到了很好的减龄效果。下身搭配的是宽松的牛仔长裤，再搭配上白色的小包包，装扮轻松又自然，手里面拿的灰色大衣也是特别时尚的单品。江疏影好像特别喜欢那种高领的针织衫，但是对于这样的衣服不仅能够凸显出气质，同时保暖效果也是很好的，在高领针织衫外面搭配了牛仔小外套，下身搭配的是驼色的小短裙，整体装扮不仅自然，而且显得她也特别的清纯，和她的电视里面的角色完全相反。格子的外套显得特别大气，而且在款式上的设计本身就突出了时尚感，虽然衣服比较宽松，但绝对没能够遮挡住她的好身材。里面搭配的黑色卫衣，脚下踩着黑色的高筒靴，整体装扮显示出了几分贵气，但是高高扎起的马尾又显得比较青春。白色的针织衫是很多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的单品，而里面又搭配了高领的黑色毛衣，黑白搭配特别经典，而且时尚大神穿的是黑色的休闲长裤搭配白色的运动鞋，整体装扮自然又减龄。来源网络综合。